这里是介绍老师的页面，那你这里是可以看一下老师的真实样貌跟他的口音。点一下就会有一个影片，老师会自我介绍。Hello, my name is Lucy and I'm from Shropshire, which is a rural county in England on the Welsh border. I have a degree in anthropology, so therefore I love learning about you.然后这里是，如果老师在线上，你就可以立即上课。但是目前老师不在线上。然后如果你要预约的话，也可以，需要500个金币按预约，你就可以在老师有你预约的时间跟老师上课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教材徽章，这些东西就是老师可以跟你上的东西，老师有认证的，就是。老师对这些主题是 OK 的，对，这边也有解释，然后他会有一些老师的 学生年龄特色，然后老师的一些兴趣，然后老师是的国籍是 United Kingdom， 然后他的评价上课数，那我觉得上课数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就表示老师很有经验，所以你可以找那个上课时数多的老师预约，可能老师会比较有话题跟你说，也比较不会很干或很冷。对，然后这里有老师的自我介绍，然后还有一些他的年资，然后有一些老师会有比较多的相片，他可以老师可以自己放照片上去，所以有一些老师会有生活照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。那这个老师没有，对，然后这是老师的。课程老师的schedule， 就是看老师还有空的时间你就可以预约。那老师像这个绿色就表示你可以点进去预约，那如果这种就是没有办法，可能已经被预约完了，对，就是老师很热门就被预约光了，对，这样。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有一些老师的评价，就是有一些学生可能比较有时间写评价，老师的评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是，主要是因为可以就是听到老师的，看到跟听到老师真实的样子，不只是看一张照片，对，因为有时候照片跟本人有差距。